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好玩，有很多朋友，有很多好吃的东西。 为什么我们这个村庄取名叫士根庄？原因就是适合耕种的村庄，所以叫士根庄，或是叫鱼米之乡的地方。啊，因为我们是离吉隆坡可能2个小时，所以我们是比较在就是比较中间的，可能其他地区他们没有那么方便，所以在位置方便。 就比较容易到达，或者是这里我们呢，就目前我们就是采用机器来插秧，所以来到这里你会看到这里的稻米呢都会比较整齐，也比较漂亮啊。再加上这里也有推广那个旅游业，所以慢慢的就渐渐的吸引到不同地方的这个游客来到这里，嗯。 This is my first time here. Sekinchan, what I discovered here is very nice. And actually, I saw the paddy field. I see the beach is very peaceful. And I like the village here so much. Mm.我是吉隆坡人，那么为什么我会来这里生活做生意？回来这里是因为我太太是丹中噶啷人，然后之前我们在帕托的时候，就是她有带过我来过一次士根庄，就是第一次来，我就觉得士根庄是一个在马来西亚，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美的环境，那么好的大自然，有稻田有海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地方我很喜欢，我就每次带我太太回来，我就一个人就跑，我就放她下车，我就跑过来，我就一个人下车跑来，沙滩。 稻田，就是买了一点啤酒，一个人坐在那边啊，就喝。士根庄那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鱼米之乡，早期是以捕鱼为生的，后期呢，才慢慢发展这边种稻，是属于比较一个休闲的那个度假。 第一代他们是以稻谷运输业开始的，所以1963年呢就有设立这些这个工厂。可是如果是我们制作米的工厂的话，大概是在2012年才开始，所以2012年一直到现在，我们才慢慢自己有在种一些稻米啊，我们设立工厂，有处理一些我们制造米的这些过程，还有我们也有自己的育苗厂。 所以我们可以培育那些秧苗。如果是说他们在制作过程当中，可能对他们会面对可能稻谷，他们如果真的是没有及时烘干啊，可能那个稻谷呢就会整批坏掉，所以他们要很小心处理被送来的稻谷。培苗方面，他们也需要技术，如果技术不好的话，可能就培育不出好的这个秧苗。 或者是可能会面对一些机器故障问题啊，所以不定时都会有这个技术人员来做一些维修的工作。如果天气方面的话，可能在它开花结果的时候，它稻米开花，如果碰上比如说早上11点至下午2点，如果它下太阳雨的话，可能呢那个稻穗间接就会减少。 所以会影响这个收成。
当然如果一开始种的话比较小颗，如果碰上雨季啊，可能它会被淹死掉啊。当然也会有一些疾病感染，像前两年他们碰上这个稻叶病，你可以去 Google BLB 啊，他们就碰上这个细菌感染，所以它差不多在它成熟的时候，它就那个叶子它慢慢转黄，然后也间接影响收成。据说是没有那个药控制，所以我们就可能用一些，之前我是有看到他们用一些那个消毒，先消毒了自己才下田，然后那个稻田也先消毒啊。所以目前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新的方案啊，或者是研究一些新的种子啊，看看能不能减少这些疾病的感染。我在这里住了整30多年，我从事什么行业啊？我是很简单啊，现在只目前只是在沙滩里面这样子炒一点粿条米粉面之类这样子啦。现在是生意是比较差过去年啦。上那几年的时候生意很好，尤其是小区在沙滩这里生意全部都是爆满，每个人都赚到钱。在今年呢就比较差咯，我也不懂要怎样说解决。最重要是讲全部做工的人都要全心合力才能够做好我们的生意，然后也会给我们沙滩有更好的改变。如果是讲全部都不能合心合力的话，就有很大的问题咯。有困难啊，我们要保佑平安啦，平安啦，我们就高兴了。我们的Sekinchan，我们的神保佑我们出海抓鱼抓多多平安，保佑我们聪明好像平安，我们就高兴赚有钱有个车就好。从世界的人来这边，我们欣赏我们的Sekinchan是吧？热浪沙滩很出名，我们高兴，我们全世界的人有来Sekinchan是吧？我们很高兴，我们游客，我们的好像游客很多来，很多全世界的人来这边看啊，来这边玩啊，玩到好像热浪沙滩一直很热闹。为什么我热爱Sekinchan？第一，它的环境地理有海有稻田啊。那么来到这里，我随便骑个摩托我就可以到处走啊。然后这里的人情味其实很重很重很重啊，每一个都对我很好。所以我来到这里不久，我就认识了很多很多人。这里的人呢，人啊，人情啊，真的是很浓很浓的，尤其是潮州人啊，潮州人很团结。这边的生活属于是比较清闲这样子啦，连是说在这里的生活水准并不是很高，然后这里吃啊喝啊玩啊都很好。Definitely, yeah. It's a very nice place. Yeah, I like it so much and it's very impressive. Sekinchan 有很多新鲜的水果啊，还有海鲜哦，然后还有很美的景色。我爱Sekinchan。I love Sekinchan。我爱Sekinchan。I love Sekinchan。
我们的Sekinchan是那个 very beautiful. Thank you, many much.